然后师傅还有一个问题是，同修新买的那个就是别墅院子中有一棵树，一进这个大门就直接冲着这棵大树，而且这个大树占了过道一半的宽度，很宽。请问师傅在玄学上这个开着门就冲着树有什么说法吗？那当然不好了，阻碍呀，这还不懂啊？出门就有阻碍呀，这还不懂啊？在他进门，就他在他。在他别墅大门里面，别墅大门里面更不好了。哦，你可以换个门的呀，别墅从别的树上，就是换个地方，换个门嘛。大大门，人家过去嘛，就是因为门口有棵树，人家就把门换到另外一个门上去了。哦，好的好的。开门可以随便开的呀，那个封掉，好的，对对对，变成开个门嘛好了，开个门又不贵的了，弄棵树的话，你还把人家树打死呢。哦，对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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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你去就不用管他了，对吧，师傅？你怎么管啊？你去管呀、啊。嗯。明白了。